爱好看球的你，怎能不来一款足球美甲，助威自己喜爱的队伍呢？今天艾米再次带来世界杯系列款式，快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首先用平头光疗笔沾取北欧笔刷胶的白色，刷在甲面前缘。找灯，重复上色。找灯，用霍花笔沾取多尔氏彩绘胶的黑色，画出足球图案。注意，先勾勒五边形形状，再填充颜色，不容易出错哦。找灯，用偶觉彩绘胶的深蓝色，在甲面后缘处画上2018。找灯，最后刷上封层照干就好了。只需简单手绘，新手也能跟上世界杯风潮，赶紧动手试试并交作业吧。商品链接就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